念佛感应录一，村念佛鬼退一，至心念佛罗刹不害。编者慧净法师。佛是有一国临于罗刹，罗刹十人无度。王曰：自今国中加以一人，次第送语，勿得往杀。有奉佛家，只生一子，次第冲行，父母哀号，主令至心念佛。以佛威力，鬼不得进。明晨往事，见子尚在，欢喜将悬。自是罗刹之患遂息，国人庆沐焉。莲池大师往生集。